唱了十年，然后第一拿到的第一个奖。对对对。然后就当昨天一整个晚上，总共拿了几个奖？唱到十二台拿了三个奖。拿了三个奖，非常厉害，总共是三个奖项，一个是。最佳嘻哈专辑，然后那个最佳节奏蓝调单曲，然后那个不分类最佳专辑啊，把不分类都讲出来，因为它有分类跟不分类，不分类的最佳专辑就是最大最大的奖，我奖金一样，奖金一样，我刚刚本来想说要不要问，但是想说不好意思，对，奖金一样，对对对，不过没差没差，很开心很开心，已经好久不曾感动，好久不曾有冲动，好久没眼眶泛红，好久没做梦，像个人写动物对现况疲惫，不在乎身边发生的一切，放弃想改变身边的一切，但突然间我们不再迷惘，双手合十好像有了信仰，紧握的拳头感觉到了力量，热血充满着心脏，瞳孔变得像小孩一样。冷血动物的泪盈眶，那是城市心在奥运底下第一面金牌，是苏立浑身一次倒下后站起来，是陈雅妮将世界第一拿下，是林俊杰穿越北极横跨撒哈拉，是王健林拿下19胜的那一幕，是郭宏志开始知道后还创造纪录，是萧敬腾比安定欢迎写下的历史，让我们再为他们尖叫一次，耶耶我。这首歌，这首歌是为流浪动物发声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在台南，我有养14只流浪猫，我是在冲猫咪的中途之家的。所以这首歌就用他们的视角来创作。他们被安乐死，只因为犯垃圾或巧，情侣分手就要把他们丢掉。跨年烟火少放几秒就能帮他们，但财团不会鸟，官员不肯为他们立法，因为他们没票。是的，人类就是这么自私自利，以至于处处充满仇恨和暴力之气。其实都一样，从伤害动物到迫害其他种族，自私自利，所以有战争冲突。让我们对生命慈悲，改变这充满对立伤害的世界。我们都只有一双手一对眼睛，但只要大家一起关心，500人就等于牵手牵眼观音。或许改变会从尊重生命靠近，猫狗跟人最有缘，或许改变就是从猫狗开始。这世界或许是物竞天择，但人类是有智慧的，我们可以有选择。现在全台湾都在做中国风，所以小弟我不免俗的也要来一首，希望用这首歌可以得到央视春晚表演的机会。我问你，现在做音乐什么最重要呢？态度、灵魂，答错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脱中国 LP 就对了。大家讲话要卷舌，连内裤都要挡的中国结儿。阿哥就没手多，古筝加二胡没手多，叫青花瓷东风破。反正就东北有三宝，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。新东北有新三宝，新人参、新貂皮、新乌拉草。还有一种是过气艺人，在台湾混不了，只好过去唱唱老歌也好。他们在那里唱的歌，我们可能已经10年没听到，听完后10年内也不想再听到。反正破中国 LP 已经变全民运动，演艺圈没人不轻松。我看全台湾只剩陈昭荣没破中国 LP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因为他都直接用吃的。来打给这回来的 B-Boss， 天下的你卖鬼敢破中国蓝卡。刺啪啪刺，蓝啪刺啪啪刺。但我还是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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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你要哭了，我偏偏要爱你爱你爱你。你那个来了，我还是要爱你爱你爱你，我只有爱你爱你。